为了爱打造无障碍交通环境，新竹县交通旅游处提出了智慧交通安全健身系统的计划案，今年就同交通部争取经费补助，各位通过了后，就同高铁新竹岔头附近的70路口安内健身系统。在港内路口侦测到有人行检，设备就会自动感应到，在港内就会开始路口的通知，人就做得行对亚哥行下救掉的，同时还会有语音放松。今日就邀请的四种朋友去到现场来测试。作为安全指示系统，它做今日计划做一个简单说明。安东因动力的测试具非洲山信号内通。新竹县政府推出个两套智慧行人高台路内通，去年七月得到交通部科技顾问室核定700万元经费的补助，高架县政府七家中内150万元，先到高铁新路、老文兴路路口等七家路口来试盘安检室内通。除了用值班行人的信号，老发出通行提示之外，用 KIMNEL 也是用手机 APP。除了在帮助强定的描述，希望做在老师中朋友提出过态度。这个系统比较特别部分跟我们的交通中心做连线，我们希望视障者在通过马路的时候，因为他步行的时间会比较需要长一点，所以一旦他透过我们的 APP 系统或者是按钮之后，他会透过路口的一个通行时间、绿灯时间的延长，让那行人通过的时候更安全。两套内通还坚持到新竹县市中腹地要经费补贴，对市中朋友来讲，为哈那地片。从我们的埔口，从我们的新丰，有个快捷五号可以坐到我们高铁；从竹东、北埔、凤山、峨眉，也可以坐快捷车到我们的高铁。从高铁以后呢，它可以沿着这条路一直到我们的协会。哎呦，两个做法是全台湾第一家做法，最先做法。我相信你也可以带来对俺的视障朋友最大的福音。哦，如果俺俩是讲做到好的时节，俺下年会推广到其他的街路，哦，来推动。两套内通经验头已经建制好势，两下动力的测试，市中朋友也对两套内通的使用环境以后，新竹县高铁处讲，待内通测试就报告过后，会再跟老相关的市中团体强下讨论，还有评估，会再国家按摩。下个新闻，文文鸟新竹报道。